高头重有宝，也敢来到在阳河把酒斟，把爹娘的身手把酒开，三杯俱东去国外，惹下了他天天多天有皆大坏，张开的门呀打下来，太庙的神像皆大坏，太子的灵魂三分头大刀开，三三发来人和马，三三发来三天去的人和马，是妖是鬼是刚呀，青龙会还有八个兵。
中幸福真难过，家贫穷无计奈何，听臣去太差毕，叫我叫过去，你转来却是为人何，将身儿在朝堂为做鬼阴谋，他来为父家破，我恩威是老娘愿望着重州聚会，宋王垂有道是忠和孝不能够两全，体美我不能养老送终孝道，有苦为家丁业才得尽天捐，家水家丁业才得尽身体，品味家丁业才得尽欲哭，无为家丁业才得尽难事，因为家庭也才得尽流离，颠沛家庭也才得尽忧家，难归赶朝中来财的命保全，无畏还敢风不怕死，宁愿雨水不畏瓦全，冒犯奸微生活也有水，这都是老娘亲纯纯教诲，愿夫人不受我连累，把我的言语带回归，到堂上多安慰我的老娘，刚烈诚心不会伤悲，不会落泪，不会皱眉，一定是我的孩儿干了胆干为欢迎访问中国京剧艺术网 www.京剧ok.com。
you
将带着云城县当了一名衙司，这位冀州有公文到此。好多啊！